林心如6日晚上贴出脚丫照，开心宣布女儿到来，欢迎我们的小天使。随后霍建华也转发此微博。据悉，林心如今晚在中山医院剖腹，生下330公克的女娃。霍建华也从北京飞去台湾陪产。林心如原本预产期在1月底，提前于今天剖腹。据知女儿遗传父母的好基因，是个漂亮的女娃，也和霍建华一样都是摩羯座宝宝。霍建华迎来女儿诞生，心情非常激动，看到宝宝时更是感动不已，许愿希望孩子的长相、个性都可以像林心如。随后，两个圈内好友徐伟宁、范冰冰、周薇等纷纷转发林心如微博，并留言祝福。